2022年1月11日，30秒看台股盘势，不看基本面，只看线图。台股多头趋势不变，推荐突破月线大底股票，有机会创高。以上为个人心得分享，认同记得帮按赞、留言、订阅、分享。投资是应审慎评估，务必独立思考操作。